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我呢一 channel 谈赛马嘅时间啦。咁好快咁回顾下琴日赛事，提供下心水先。两只呢一 channel 马胆第四场红衣震撼4.5倍落地，只跑第五应该。表现系令我有啲失望嘅就嘛，其实你话系咪跑错轻微咯，跟得前咗少少，咁就蚀脚程多少少，但系。以佢上次即係唔係琴日嗰場啊，即係初出再上嗰場跑嗰場咧嘅水準，今場係有啲失望嚇，咁要再觀察，下次唔會攞佢做膽嘅呢啲馬，但係要再觀察咯，或佢係跟得太前啦嚇，或佢係蝕腳程多咗少少，衝落去竟然位置都入唔到，係令我失望啲嘅。咁佢第六場無定勇士1.9倍跑第二，咁都我諗段片都講咗啦，唯一應該可以擊敗佢只馬就佳境飛區啦，佳境福星，佳境福星咁就蘇迪窮表現稱職啦，因為未跑一場之前都驚驚地嘅蘇迪窮，因為佢明月星輝又咁樣樣唔出閘只馬，跟住只紅旺又留唔住又搶咗上去，咁所以好似手風唔係咁順，但係結果佳境福星都順利贏馬，咁都中咗條 Q 嘅。咁啊，希望大家滿意啦。咁四隻高出賽馬，兩隻都入到位置嘅，第二同第三。咁賠率都唔曳喎，原來入咗嚟嗰兩隻，高明進仲有18倍，跟住競進天價7.8倍，咁四隻一季，同埋都係一啲有分頭嘅馬，咁我覺得表現都算 OK。咁今次賽事有5隻高出賽馬嘅，就係、是、第一場嘅管得掂啦，第三場嘅飛雲追，第四場嘅閃電精靈，同埋第8場嘅加州德信贏多多。咁啊，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嘅。咁啊，好快講下，琴日有咩備忘馬啦？咁我揀咗一隻俾大家嘅，咁就係第9場，第9場嘅 Hello Daddy。咁呢只馬，咁呢場水準我覺得唔錯，其實步速偏快嚇。咁 Hello Daddy 就全程蝕腳程咧，勉強算係有遮擋，因為佢雖然全程三疊，但係三身好運都勉強俾到遮擋佢。但係佢係算係跟得比較急少少，蝕腳程比較多少少，入到直路亦都係俾一紮馬冚住嘅，智力寶咁樣冚住佢，咁佢都唔褪落去，係灌注到底，跑到個第四。咁啊，雖然係輸3個馬位，但係我覺得喺幾劣勢之下跑到個第四，我覺得呢只馬其實係唔錯咁，下次賽事睇下跑咩路程啦。咁呢啲1400。個檔唔好咁呆啊！我諗都會係一隻幾有能力嘅馬啦。下次大家絕對要留意。咁啊，琴日賽事，咁啊講下賽馬新聞啦。咁琴日賽事嘅主要都係關於咁就葉楚航咁啊，真係頭陶報李啦。想當年攞冠軍練馬師，最尾嗰場一定要贏。咁嗰只大熱門就贏咗馬蘇迪紅幫佢贏嘅，咁就佢啊力壓告東尼做咗冠軍練馬師咁啊。咁佢訪問都話好開心啊，可以幫到蘇迪窮掛喺之前贏馬噶嘛，嚟緊仲有大概1個零2個月啦嘅賽事，希望再可以幫蘇迪勤爭取好啲嘅成績啦，咁樣樣咁都開心嘅一件事情，咁都有啲投桃報李。咁講真，葉楚航今季都無欲無求，上岸又唔擔心，又係冇乜成績，咁即係掟下馬咁樣樣，睇下下季會唔會翻山呢個馬房。咁啊，都鄧蘇迪琼高興嘅，咁呢只馬騎得稱職啊，家喻戶曉。咁啊，另外想講下就係兩個騎師啦，何澤耀，咁啊周俊樂，咁何澤耀就身為都係一個首席華將，琴日係騎咗幾多場？唔知係咪騎咗10場定騎9場？跑咗一個第四啫，福氣多多，其餘全部落地。咁當然，琴日佢啲馬唔係特別叻嗰啲馬，但係以何澤耀首席騎師、華人騎師，真係講真，海鮮波都好緊要。我真係唔知係咪有冇受到壓力，要咁樣樣定係點咧？即係金槍63冠威晒今季，跟住跳出香港贏美麗全城，跟住只嗰只咩啊？啱啱又嗰只，川龍專區又係贏美麗全城嗰啲一級賽或者級制賽，跟住一級賽，跟住4歲系列3冠，會唔會係有啲壓力係唔能夠再表現得咁好咧？哇！而家啲
即係跑馬跑到真係好海鮮啊！真係，你唔好講咧，琴日求其揀幾隻馬講下嚇、啊，第七場何澤耀威闖，放到急咗少少啊！隻馬上咗後嚇，咁、啊、包尾嚇、啊、做步速咁樣好似急咗少少，跟住有兩隻馬，我覺得都跟得比較前。嘉應精彩，依場係快步速，唔使跟咁前嘅呢只馬，可以後上都得嘅喎。上場佢都係跟得比較後上，嗰場仲要步速偏有少少慢，點呢場步速偏快，竟然跟得咁急翻嚟，咁啊散曬嚇，係跟得好急，跟住只行雲流水。咁去到第十場，依場就或許可以原諒嘅風雨區，唔係一啲。放頭馬嚟嘅喎，後上馬嚟嘅喎，咁佢都跟得咁急翻嚟之下輸，咁啊唔知點啊呢啲，咁啊要留意一下嘅。咁啊，另外周俊樂咁將佢折返人間啦。咁我上個禮拜都講啊，周俊樂啲馬上個禮拜係實力馬二郎，成績上去都係實力馬。今琴日佢嘅賽事就係一啲比較叫做不是實力太突出的馬，他擺了一個第三個第四，是稱職的、啊、競進天驕的稱職，金元寶馬都是跑得稱職，還有也都是不慌不忙跑得好，其餘的馬就正正常常，即是不是太有實力，減了十磅都發揮不到實力的馬，所以就不需要神化，那也是好事的、啊、那就下次開始又不會太熱那些馬，那又可以重新考慮過。今次輸去賽事，佢騎九場雖然得一季一電，但其實表現唔太差嘅、啊，可以繼續留意。咁啊，大家知道啦，其實我而家喺另一個渠道咧發放一啲臨場分析嘅，每場賽事十分鐘之前咧都會講下二不馬、預嘅集前落飛馬、場地形勢啊、同騎形動態等等嘅。如果大家想需要信息嘅話，可以嚟到我 Facebook page 咧 ，Chan 談賽馬，緊撳 send message 或者發放信息，或者嚟到我置頂 post 樓留言。咁我盡快敷一啲有關臨場分析嘅信息俾你睇下，睇下有冇參與嘅。到最後，希望大家嚟到 YouTube 頻道 Net Chan 撳一撳 subscribe 或者訂閱，同埋撳埋鬧鐘，咁你喺身邊咧就有一個 notification 嘅通知咧，第一時間知道噶啦。多謝你哋支持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